下面我们做这一段的背向分解示范，请大家跟着模仿。右云手一，坐腿转腰，摆掌松勾。二，坐腿转腰右云。三，翻掌并步。四，转腰左云。五，翻手出脚开步。六，转身右云。七，翻掌收脚。八，左云。九，翻掌开步。十，右云。十一，并步翻掌。右左分鬃。一，左转腰，抱手提脚。二，转身上步。三，弓步分手。四，撇脚转腰。五，抱手收脚。六，上步。七，弓步分手。高泰马。一，根部翻掌。二，坐腿屈臂。三，虚步推掌。右蹬脚。一，转腰带手。二，穿掌上步。三，弓腿分手。四，收脚抱手。五，提腿分蹬脚，双峰贯耳。一，收脚并手。二，落脚收手。三，握拳前贯。左蹬脚。一，撇脚转腰分手。二，抱手收脚。三，分手左蹬脚。眼手红撩拳。一，眼手落脚。二，上步落拳。三，弓步撩拳。海底针。一，根步。二，坐腿提手到肩上。三，搂膝插掌虚步。闪通背。一，提手收脚。二，上步翻掌。三，弓步推掌。这一段有九个动作，但是大家可以发现大部分是简化太极拳已经出现过的动作，只有一个动作是新的，就是眼手撩拳。从左蹬脚以后，落脚合手叫眼手，右手变拳，然后出脚，两个拳落于右腰间，然后左手也握拳。什么叫撩？像钟摆一样，由下向前向上，叫做撩。撩，我们在这儿呢，臂由下向前向上摆动，用拳背去击打对方的小腹，所以是也可以采取一点发力的快速的抖弹练法，也可以柔和的叫撩摆向前撩拳。弓步的方向和蹬脚的方向一样，左前方30度，最多不要超过45度。眼手，两个手在头前相合，把自己给遮掩起来，
把自己给掩护起来，保护起来，然后转腰蹬腿撩拳，撩拳的方向向正西。那么只有这一个新动作，这个动作取材于还是陈氏太极拳。陈氏大家知道有一个叫做严守红锤，严守大锤，严守大锤，但是细微观察取于陈氏，但是做法不同于陈氏。首先是陈氏是一个冲拳，臂由屈而伸，四十八式呢是一个撩摆直臂，力点冲拳是力点在拳面，撩拳这儿是在拳背，眼手也不同，眼手红锤的眼手是眼于胸前，四十八式呢是眼于头前，眼合于头前，所以注意这些个区别，不要混淆。其他的动作都是简浩太极拳已经出现的，应该对大家来讲是轻车熟路，是容易做的。但是也许你开始做右云手的时候没有左云手那么协调，做一点试一试，适应一下就会很就会很容易掌握了。要注意转腰云手，手脚腰头要协调配合。二十四式向左，现在我们是向右翻掌出脚，向右云，高不过头，低不过裆，两个野马分鬃，还是分靠的动作，提脚上步分靠高探马，都是非常熟悉的动作。接蹬脚先做一个平原，平原交叉两手，再做一个立圆的交叉合抱，蹬脚，这种手法的变换，平原立圆相接也是很新颖，衔接要圆润要圆活，和二十四式太极拳的对称的画力圆显然是变化更生动了。好，第四段我们就讲到这里。